起来的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哦，大概我在厨房里忙，我没有听见。妈咪，我很早就起来做早餐了，你看，都是你爱吃的耶。请坐。你自己吃吧，我跟梦晴有事要出去。妈咪，我有话要跟你们说。我觉得我昨天想了一夜，我的态度很不好，所以梦晴啊，我们是不是该出发了？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玲玲，你自己吃好，我跟妈妈出去了。哎，你们去哪里？你不上班吗？梦晴，梦晴，你不上班吗？梦晴，你。妈咪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我昨天态度真的是不好，可是我真的有重要事情跟你说，你不要再生我的气。梦琪，梦琪，你听我说，梦琪。远足是很费时间的，一去就是一整天，还是快点吧。快！干嘛？你待在那儿干什么？快上车呀！妈，有件事情。哎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，快走了。不是了，这件事情你还是事先知道比较好一点。什么事啊？小刚他跟一般的小孩不一样。他读的学校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学校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光眼睛看不见。梦琴啊，嗯，哎，是不是我们来晚了？他已经进去了。哎，你要不进去看看，说不定孩子早到了呢。妈，您别急，不会错的。小刚跟我讲，他平常上课都是很准时的，不是新来送他呢，就是，反正时间还早了，他还没到，你再等一会儿啊。小刚，陈小刚。小刚，林小刚，也不错啊。林小刚，妈，林小刚听起来好像长不大一样。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名字是可以改的嘛。啊，小刚啊，今天是妈妈最后一天上班，妈妈不知道会不会晚点回来。爸爸会来接你，你要在学校乖乖的等爸爸来接你，不可以随便乱跑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，妈，你以后真的不上班了吗？对呀。爸爸，那你可以陪我和老爹玩。你呀，就知道玩。来，把水壶背上。妈，
老爹会陪我们去美国吗？会吧。老爹当然会跟我们一块去美国，不然留他一个人在这里。妈，你说什么？没有，妈妈没说什么。妈妈说啊，你该上学了，快迟到喽，走。不要！干什么嘛？哎呀，我要进去看看嘛。我觉得他眼睛好好的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不会错的，小光的眼睛真的是看不见，我知道。再说学校也不会让我们进去啊。为什么？是家长要求的。是新兰不愿意你见小刚吗？是。那又是谁啊？是一个叫白雅夫的。白雅夫又是谁啊？白雅夫是新兰的男朋友，不过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白雅夫这个人对小刚非常好，小刚一直叫他爸爸。男朋友？爸爸？我们林家的孩子怎么能叫人家爸爸呢？孟琴，这样是不行的。妈，当初是我们不要小刚的。好好的一个孩子，怎么会眼睛看不见呢？妈，你别难过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不好。不，是妈的错。妈不应该逼你们离婚的，是妈不对。来，怎么了？是新兰。别让新兰看到，否则她以为对小光怎么样。前一阵子为了我带小光出去玩，弄大家很不愉快。这样子。妈，老爹会陪我们去美国吗？我和雅夫准备的钱够我们一家人用吗？小刚的医药费要多少才够？如果不够要怎么办？要是老爹又病了怎么办？新兰比以前瘦多了，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过日子，还真是不容易，真苦了她了。新兰倒是没什么变，还是那样，静静的，斯斯文文的。比起那。孩子的眼睛有救吗？哦，我听说新兰准备带他到美国去医病，大概最近就要走了。他们的环境好不好？不好是不是？妈，上车了。孟晴啊，你刚才说新兰要跟那个什么人结婚呢？我记得你前些时候告诉我说他已经结婚了吗？哦，没有啊，是我弄错了，不过也没什么差别，他们两个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孟琴，去把孩子接回来，我们林家的孩子不能流落在街头。是。美玲那儿我去说，他要是不愿意，现在也由不得他。那个老太婆是谁？你确定那个男的跟白鸽女有关系吗？当然了，我不会看错的。哼，好，人越多越好，人多才热闹。我不知道买什么好，就是大家送你的。
你自己看要买什么。这么多，我不能收。收下嘛，这是大家一点心意啊。何况同事这么多年感情，你要走了，我们都很舍不得啊。可是这么多，大家都知道你要带你儿子到美国去看医生，你一定很需要用钱，何必跟我们这么客气呢？今天晚上总务科业务部还有我们会计部好多同事，大家跟你践行，到时候你再当面谢谢他们了。玉叶，我什么都别说，我知道你是不得已的。是不是厂长太太发现了？啊，其实这也不是你的错啊，是厂长太差劲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很多人都知道的。阿兰，算了啦。知道什么？你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啊？那天厂长太太找到厂里来，你们三个在谈判，结果你就辞职啦。大家都说你被判出局了。不，叶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阿兰，没关系啦，我又不会笑你。我知道你只是运气不好嘛。你那个老公知不知道？叶，你们搞错了，我跟他。厂长。阿兰今天要走，我们在这里说说话。今天吗？嗯。厂长，今天晚上我们请阿兰吃饭，还要去卡拉 OK， 你要不要一起去？哦，不要。我刚好今天有事情不能去，对不起。有空的时候回来看看同事。啊，你们忙你们忙，我去办公。看得出来，他舍不得你走。你不要再胡说了，好不好？我跟厂长真的没有什么，你们不要再乱想。新来，妈今天看到你了，她很后悔当年对你的不好，她知道错了。我辞职是为了要结婚。孟琴，去把孩子接回来，林家的孩子不可以流落在外头。小爹说了，我就要跟我爸爸一样姓了，到时候你不能叫我沈小刚，你要叫我白小刚。只要你再接近小刚一步，林先生，大家撕破脸就难看了。